这一代的如果不念佛不求往生会很苦，这一代苦下一代更苦，因为这一代的人修福的机会很少，你想去积淀福德你找不到地方，但是造罪业的地方太多，周边都是造业的，环境也是造业的，所以造业很容易，修善很难。道场不像道场，修行不像修行，五欲六尘离不开，贪嗔痴慢离不开，怎么修？中国老祖宗讲了几千年，孝亲尊师，这是基础，这是根本。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个人？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，不是不想教，真想教，没人学。真正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，真正想教的人找不到学生，而且人的寿命很短，纵然活一百岁也只是一弹指而已，所以要珍惜。报声